汪寿山法轮净土十会将于国历的9月17日在十方法界基金会启建山石纪念法会。光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将于国历九月十七日在十方法界基金会启建三十系念法会，欢迎民众共襄盛举。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这个十方法界这个卫星电视台的黄董事长祈请我们，也是在中原的围端，在地藏菩萨的前几日，就是9月17日礼拜天即将在十方法界卫星电视台的一个基金会也是一样承办这样子的一个法缘在高雄哈希望大家取时都能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多来护持十方法界一个卫星电视台一个女董事长的一个非常不容易他们工作同仁们呢也非常优秀哈，希望大家都能来护持一个佛教电视台哈，希望大家取时9月17号礼拜天十方法界卫星电视台哈，我们光寿山这个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哈即将在高雄的十方法界电视台举行这个一个。这个中原普渡超前念佛法会十方法界基金会位处高雄市中心，交通便利，适合举办各式讲座与活动。光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观衡法师开示，在十方法界基金会启建三十系念法会，期望透过殊胜法会接引更多众生学佛。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台中采访报道。